正比的，颜值是成正比的，是不是？武力自然是不用说，但是我在这个戏里还主要是负责谈情说爱。我没说，你倒自个儿说了啊！你到底是跟谁谈情说爱？因为刚才这儿已经有点复杂，这儿有激情，有三角恋，你再加进来就是……我说漏了是吗？没有，你跟哪位谈恋爱？那我就不能说了啊！又不说啊！哇，吊足胃口了，你真是的！哎，厉害！掌声给他鼓励！哎。每位角色对自己的角色啊都非常非常的啊，因为已经演完了嘛，所以基本上都非常透彻了解，好像仿佛站台上都帮自个儿在说话一样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这位胡宇威。哇，各位来宾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。那所以话我们要批就是讲了吧，这样的话你这部戏可能大家会误会一下，可是因为发音有点标准，是，所以在这部戏进击吧闪电是哦，也很笑，很好，说得很好，很好。看来经常说，常练习，是吧？常练习，哎，练习。里面这部戏演的是邓文豪，是。那这个角色是从小就在国外培训，当一个击剑的一个选手，是。他的个性就非常热爱这个运动，哦，是。然后对于每生活的一个决定都很直接。听说邓尔豪是个剑痴来着，剑痴是吧？吃剑，吞剑。